校比较安静。我看到就觉得这样子不太 OK， 就是因为他们晚上都会去看气象预报，但是气象预报有时候可能没办法，就对，没办法准确。所以我就做这个，它可以感测天体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紫外线如果就是它就是自动紫外线。如果过大的话，它就会把这个网子抽掉。那如果它紫外线没有很大，我们就可以把网子打开，然后让植物再开。然后，如果就是天体的状况过糟的话，它也可以用自己的光照去看到天体的状况。如果过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及时赶快去抢救一下。对，然后就它会显示。显示在娱乐小区外，应该有个小暗点那一下，然后这个娱乐大的放到九楼，然后放到九楼，就是只要有连到网络，只要连到网络，所以说如果下次就是不用挂，可能它就是点个几下就可以看到，所以它就是最简单的方法。